虽然 SOT 进入到了 seeding 转正期，有不少新题的添加，但是要告诉各位同学一个绝对利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 Write Found Dictation 在为各位同学减负喽。本期预测有65句 Write Found Dictation 进入到了待删程序当中。与此同时呢，咱们的极高频已经锁定在了110句。所以各位同学，你想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呢？还不赶紧看好地表最强破除 seeding 的 PD 真题预测吧。温馨提示，因为预测文本篇幅有限，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发现在预测当中你只看到了某一个题目的代号，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原文或者答案的话，那么各位同学就可以你在预测当中看到的题目代号，在我们每月更新的高频合集易筋经当中，或者是我们最新升级的基金13当中找到对应的原文以及答案咯。温馨提示二，因为 PD 这个考试是全球统一题库的，所以无论接下来各位同学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参加 PD 考试， PD 大西瓜每周真题预测都是适用于你的哦。想用市面上题量最小却最精准的 PD 真题预测帮助你快速拿到 PD 目标分吗？那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看好本期预测的更新吧。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PD 大西瓜的 JK 老师，欢迎各位同学收看 PD 大西瓜每周真题预测的视频讲解版本。那本预测的覆盖范围呢，是2021年的6月30日至2021年的7月6日，所以如果各位同学也在这一个时间段或者在未来非常近的一个月之内要参加 PD 考试的话，那么请各位同学一定要锁定这一份地表最强破除 seeding 的 PD 真题预测咯。OK，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各位同学最关心的 Write Found Dictation。 那么首先第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同学，在历经了长达近一个月的持续新题添加之后，本期预测我们没有任何 seeding 转正的新 Write Found Dictation 的加入，也就是说现阶段的 Write Found Dictation 已经非常非常的稳定了。那除了稳定之外呢， PD 大西瓜还帮各位同学整理出来了110句极高频的 Write Found Dictation， 也就是开始在为各位同学进行一个 Write Found Dictation 的减负工作了。那么就目前来看呢，我们现在 seeding 转正的句子一共有46句，我们极高频的句子呢有110句，所以加在一起，各位同学现阶段所需要关注到的最多的就应该是这156个 Write Found Dictation 哦。那么除此之外呢，本句预测当中还帮各位同学继续保留了24句咱们的超高频的句子，而这24个超高频呢是在今年6月份 Write Found Dictation 换题季之前一直处于相对来说比较高频的 Write Found Dictation， 不过呢这24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暂时没有同学考到，所以呢咱们的重点还是要关注，但是呢他们的重要度就没有曾经那么的高了。更需要各位同学注意到的是，在我们这长达一个月的收集下来之后呢，我们发现啊有差不多65个句子现阶段我们标成中高频的是暂时还没有被考到的 Write Found Dictation， 所以这65个句子根据我们的统计来看已经进入了一个待删程序。那么这些句子呢，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啊，咱们还是要看，但是呢看的这个精力啊一定是要保证你把我们前面的那110个极高频以及46个 seeding 转正全部看完了之后，再有余力之余来把这些题目给认真的准备起来咯。接下来呢，就是各位同学非常关心的 Summarize Spoken Text SST 这部分。SST 呢，本期预测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一题以此计分的 SST。那么这个题目呢，是曾经的 seeding 题啊，但是据有同学反馈到，他貌似仿佛是考到了这一篇，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它放为疑似。但请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好，如果有余力之余，一定要稍微的看一下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呢，是咱们有原文、有原因的这样一个题目。那除此之外呢，各位同学还一定要注意好啊，本期预测还帮各位同学细微升级了曾经的一个转正的 SST， 就是我们最新的 Mars 这道题目呢，细微的帮各位同学更新了一下答案。OK。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文本当中看起来咯。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的重头戏 Summarize Written Text SWT 这个部分。那么从上周开始啊， PD 大西瓜就已经开始在为各位同学预告我们的 SWT 呢已经进入到了 seeding 转正期。那么本期预测呢一共有四个题目的添加，这四个题目当中呢有两题帮各位同学已经找到了考场当中的原文，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把它们准备起来。那么接下来呢，想要给各位同学说一下，就算是咱们接下来日子当中有遇到全新的你没有见过的积分 SWT 的话，也请千万不要害怕，因为只要你能掌握好 PD 大西瓜为你提供的非常独家的 SWT 逻辑公式法的话，相信就算是遇到了新题，你也可以在考试当中如鱼得水，轻松应对，拿到想要的那一个满分。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的 essay 部分呢， essay 部分呢依旧是我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就已经为各位同学固定好的那31个题目，非常非常的稳定。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各位同学千万不要觉得只有31个题目所以就要去拖延考试， OK， 请一定要在题库还非常小的时候就拿到你的 PD 目标分哦。那么本期预测最后的一个更新呢，就是在我们的 Answer Short Question 回答短问题之上，本期预测呢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一个题目，并且这个题的难度系数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各位同学看好我们文本当中这个题目认真准备起来就 OK 了。最后呢，以上就是本期预测全部的更新。相对来说呢， PD 的考试啊已经还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阶段，除了我们的 SWT。 那么如果各位同学想要关注到更多的确认积分的 SWT 的话，就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在文末添加咱们的小助手，进入到 PD 大西瓜的备考交流群，任何第一消息我们都会在备考交流群当中为各位同学共享哦。
OK， 那最后祝各位同学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拿到你的 PD 目标分，我们下期真题预测再见咯，拜拜。